大道城是台北最繁华的地方，一个行各业在交通便捷的大道城集散，使得大道城成为台北的经济重心。到了现在，大道城仍保留了传统文化并结合创意，我们能够看到百年传统街屋，也能看到充满创新的老屋新生。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百年历史的长廊，换上旗袍，来一趟不一样的大道城月老之旅。就是你哦，勾放小时光，我们下次见。